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，超多款式，总有一款是你的菜。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今天下午，蔡少芬在微博晒出一组小女儿生日宴上的全家福照片，为二女儿张杏儿庆生。照片中，蔡少芬与张晋夫妇站在女儿们身后，一家四口在杏儿的六岁生日这天留下了一张全家福。蔡少芬一手握着女儿的小手，与她一同拿着刀子，准备为宾客们分切蛋糕。张晋则是双手分别轻轻搭在两个女儿肩头，默默地给予他们父亲的温暖支撑。另一张照片中，爸爸妈妈与姐姐都同时为杏儿献上了一份生日大礼，来自家人们的甜蜜亲吻。杏儿站在中间，瓜子脸，尖下巴，清秀可爱的小脸带着微微笑意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小模样还有些害羞。蔡少芬在配文中说道，六年前的今天，我们这个家出现了你，一个可爱活泼开朗聪明的小麻烦，让我们有家家加倍的笑声，感恩有你，我们的小包子生日快乐。在一组照片是一脸认真神情专注为妻子女儿们拍照的张晋，张晋也在老婆的微博下方评论，感叹时光过得太快，一转眼小女儿就六岁了，希望女儿长慢一点，直言爸爸舍不得，祝杏儿生日快乐，希望两个小公主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呀。